今天呼叫朝风，只要天帝还活着，奎儿的仇就不算报，无法吸取清气。想要攻上天界，唯有收服尘渊大军为己所用。 诸位听着，尘渊厉王已经命丧我手，刑天御渊令也在我手中，只要诸位肯同仇敌忾，与我攻上天界，我便既往不咎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！天下，臣渊岂能屈于你东丘狂人之下？老夫。 就像片出性命，也绝不对你俯首称臣。大家听着，尘渊界一向以强者为尊，叶檀诛杀了厉王，自然便已经统领了尘渊。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，白白丧命！住口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本煞绝不会向他低头。无端！ 叶檀，奎儿曾经在尘渊受大哥不少照顾，留他一命吧。蛇族圣女家落落，挟持后英大军归顺叶檀公主，请叶檀公主放过大殿下吧。放过大殿下吧。 不许跪，都给我站起来！不许跪，都给我站起来！尘渊众将已经归顺于我，看在你对我姐姐一往情深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。
带他去长魂窟，省得他再生事端。大殿下，得罪了。别碰我！ 姐姐曾经说过，你许他的漠河遍野，他看到了。友情与叶檀交手之时，有没有记起些什么？冰念追乃上古神物，玄生神君虽被叶檀扰乱了心神，却未有记起往昔。只不过，什么？ 只不过神君本可在尘渊一剑将叶檀封喉，却在要紧之时，手下留情了。看来他终究是尘渊难断呢。李光叶檀身边帮手众多，难免会起攻天之念，千万不能让友情这个时候想起他。你去，寸步不离的跟着他。若有人想告知友情真相，立时擒杀。末将遵命。 神君回来了。神君，此战可顺利？功亏一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君折戟而归，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谭？您别怪飞驰多嘴，事已至此，飞驰不得不据实相告。您可知道？ 末将奉天地之命，前来与神君商议天君事宜，有劳飞驰和汉墨二位在殿外稍候。是。您请。事已至此，咱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赶快将真相告知神君吧。你没看光天一直缠着神君？ 他肯定是奉了天地之命来堵咱们的嘴。这天界之中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他一样的眼线，时时刻刻盯着咱们呢。你干嘛呢？那怎么办啊？此次出兵尘渊，虽未能擒住那离光夜檀，不过好在天君伤亡有限。你方才说什么？ 你要去杀了谁？儿臣主动请缨诛杀东丘妖女离光夜檀。不可。清衡，子吴，你们。兄长，你是不是也注意到我的新发饰了？是不是也觉得很特别？本君折戟而归，你们却叫好，莫非你们都知道离光夜檀？母后，清衡，子吴，还有飞驰。 他们好像都与离光夜谭有旧，他到底是谁呀？离光夜谭出生东丘狂族，乃地脉子之花灵所化，比我神族并无半分瓜葛。为何父帝要避重就轻，不肯让我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呢？神君，神君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神君，不兴的时辰到了，请神君移步观星台。
有劳将军稍等，本君去去就来。将军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来意。天地有命，任何人不得蛊惑神君。